里，是一支婉转悠扬的笛声。甘南在心里，是一幅酣畅淋漓的山水画。走过甘南，你就会爱上它。三生三世，魂牵梦绕，永不分开。甘南雄踞丝绸之路要处，钟灵毓秀，生机盎然，云集世间无上美景，是青藏高原的巍峨名窗。甘南荟萃藏汉文化精髓，是安都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是举世公认的旅游殿堂。有一种心灵的自由，是你驰骋在大美甘南的天地间。有一种心灵的辽阔，是你飞越万水千山的前程。仓央嘉措说，格桑花开了，开在对岸，看上去很美，正如我想着你也很美。这片雪域圣地，高远而宁静，神秘而传奇，是一首原生态的草原牧歌，是久远的梦境，是儿时温暖而苍凉的故乡。走进甘南，让生命感受自由。彷徨乎尘世之外，逍遥乎山水之间。大自然在变幻无穷的开合跌宕中，摧擦着震撼心灵的大壮大美。造物主的青睐与大自然的眷爱，把甘南装扮成一位翩然绰约的仙子，任四海来宾激扬文字，引八荒游客竞相折腰。江山似锦，万里秀色。天下大美而不言，通四时名法而不议，小万物之成理而不说，卓尔不群的屹立在苍茫绝域，守望千年。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在浮生若梦的流年里，在星汉灿烂的空寂下，在云茫水淡的天地间，生息于这片圣洁乐土的藏民族，带着远古时期的青春健硕，一路走来，豪迈奔张，粗粝凛冽，荡气回肠。
在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里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，锤炼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，演绎着风华绝代的民族风情。甘南是一片充满灵性的土地，它既雄迈张扬，又内敛含蓄。甘南是一处智慧的高原，既繁复深奥，又简约单纯。甘南是大智慧的缔造者，既喜悦欢畅，又悲悯哀痛。豁达简单，自由自在，安静的内心没有一丝杂念，纯净的天空没有一丝尘埃。走过毛主席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圣地，绿色长征从这里出发。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，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呵护我们的家园，在365个跳动的日日夜夜里，让阳光雨露洗礼最为朴素的生活。简单的甘南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猜不透的轮回，磕不完的长头，无法用眼去看清，无法用心去揣摩，只能用灵魂去感受神的低语。甘南为中华民族的滥觞注入了生机勃勃的血流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崛起撑起了璀璨夺目的满天星斗。透过杂陈不明、诡异莫辨的古史传说，我们肃然于藏民族超越具象的哲学智慧，惊叹于他们风霜不侵的汗袍血经，感动于他们乐天知命的宽广胸怀。走进甘南，感受世上最浓烈的人情，聆听天下最嘹亮的歌声，解读雪域最神奇的奥秘，体味高原最宁静的人生。甘南，如幻大千的圣境，游目骋怀，笑看云起，踏雪寻莲，畅叙豪情。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寻天遥看一千河。俯仰天地，思接千古，信马纵横，把酒临风。一片圣洁美丽的人间净土，它的名字叫香巴拉，它的名字叫